老师们要不要也分享一下静姐，比如说不负好时光的这种瞬间，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？我才没有什么瞬间，我分分钟都是。哇塞，有闪到我。楠楠呢？同上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就是我可能也是近期吧，因为大家也知道 Rise 快要结束了嘛，对，也是希望能珍惜所有的时间，然后去尽量的拼尽全力，然后不留任何遗憾嘛，也希望跟团员们能有更多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。对，申哥，对于我的话是每一次在台上吧，那个音乐前奏响起来的时候都是我最每次都会去回想的好时光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别人听到，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对，